没打死。这为什么没打死他呀？不是四减一等于三吗？我怎么等于二了？不可以，机场大概20个人吧。先捡把手枪。这边有人。怎么还没死完啊？来了。谁要帮我开门？其实我刚才贪了一点，我想把……等一下。我想把止痛药打完的，差点。天哪！那个家伙应该还挺肥，他应该是。他应该是龙泰楼来的，但是他直接走了，没有进来。你们看我左下角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他，有两个人，一共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